quality mean to you and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hear the word quality? We here at World Quality Summit precisely discussed, defined and debated about it. World Quality Summit was all about how do we build great products, how do we build deliver quality services, and how do we build these massive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that are actually transforming the enterprises. World Quality Summit, hosted by Asia INC 500 for the first time in India, was a phenomenal success. We had three keynote speakers and two panel discussions which spoke about advancements in DevOps, advancements in quality engineering, advancements in transformation that is happening from QA to QE, and a lot of other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topics. We are also going to host a bunch of webinars around 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engineering, and I would request all of you guys to sign up and attend the webinars to know more and learn more about QA and QE transformation.안전하고 편리한 미래형 도심과 동시에 대한민국 혁신 성장의 플랫폼입니다. 플랫폼 2019 플러그인 앤 토크 1부는 더 나은 토큰 이코노미를 위하여로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마지막 한 분의 발표를 남겨두고 있는데요. 이분은 여러분들이 꼭 주목하셔야 한 분입니다. 마이클 동 체인노바 대표님의 물류 블록체인의 미래 발표를 듣도록 하겠습니다.
마이클 동 체이노바 대표님은 10년 이상 IBM에서 근무했으며 IBM 중국 연구소 블록체인 실장으로 재직하셨고 북경대학교 차세대 IT 연구원 핀테크 센터 소장으로 계십니다. 체인노바는 블록체인 기술 플랫폼 및 업계 솔루션 공급 업체로 블록체인 어플리케이션 시나리오 중점을 둔 인류 하이테크 기업입니다. 마이클 동 체인노바 대표님을 모시겠습니다. 큰 박수 부탁드립니다. Thank you. Thank you. Actually, I'm the last topic in the morning, so good morning. 大家好啊，我是智联万源陈诺瓦的CEO董宁。智联万源陈诺瓦是一家这个blockchain based的来自中国的一家科技公司。实际上我们看这个blockchain这个整个这个生态，其实这个我也听了今天上午啊很多的这个专家的演讲啊，它其实分成我大致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讲它的这个经济的机制，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这个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在中国，目前在中国，blockchain 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应该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白热化的一个程度。所有的科技的公司，我们能知道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的巨头，这个中国叫 BAT， 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在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所有的行业里面的公司，如果今天他在谈科技，他在谈数字化，但是他没有在实践 blockchain， 其实坦白讲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去打招呼，所以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那从我们自己来讲，今天上午也有人提到了一个这个。 区块链的一个平台叫 Hyperledger，最早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叫 Fabric 是这个 IBM 利用原来的一个自有的一个项目叫 Open Blockchain Project 去donate到这个 Linux Foundation 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开源的 Hyperledger 项目。那很有幸2015年当时我在这个 IBM Lab 去lead的一个 team。 然后参与到这个 OBC Open Blockchain 这个项目的早期的研发，以及后面在中国根据很多企业的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去做一些 engagement。所以今天可能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在区块链技术应用这个角度上面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很抱歉，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自己介绍的这个内容没有及时翻译成这个韩语或者英文，所以这个我尽量讲的稍微的更容易理解，或者说稍微详细一点。就很多人会愿意把这个 blockchain 这个一个发展的历史定义成 1.0 2.0 3.0 1.0 毋庸置疑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digital currency 这么一趴，但是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的经验来看，如果现在单纯的只是把这个以 Bitcoin 为代表的这种digital currency 去应用到这种行业应用，其实现在还是面临蛮大的一种挑战的。其中有两个根本的原因，就第一个原因是说，我们比如说行业里面有很多的现有的这种 physical 的一些资产。 金融的资产也好，或者线下的实物资产也好，这些资产，拿中国来举例子，很多是在这种传统行业当中的，就是现在不要谈是不是可以做成这种 tokenization 的形式，就即使是现在我们去把它做一些信息化，或者说我们叫这个 digitalization 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跟很多农业企业在合作，农业企业的整个的 这个供应链的流程是非常长的，还有很多线下的一些农产品、畜牧产品的这种资产，怎么去把它的价值形成流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资产的数字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大家知道，我们讲数字货币 digital currency 这个中本聪的这个论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它是一个 peer to peer 的一个现金支付的系统。
但是我们知道哈，就是在现实的这个 industry 里面，啊，这种行业的整个流程是相对非常复杂的，啊，非常复杂的，所以很多人尝试就是说把这种业务的流程啊放在一个可以跟现有的这种 blockchain 的这个系统去结合的这么一个类似于 container 的啊这么一个东西里面，啊，还有除了这种业务的流程。 还有这种啊，整个生态当中角色、各个参与方角色的这种不同的授权和分工，以及说可能比如说各个国家或者说整个生态当中有不同的这种 policy， 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去加到现在我们的这个 blockchain 里面去？所以这个是 blockchain 2.0 和 blockchain 3.0， 就往后面发展，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企业应用啊，或者说企业的从业人员应该去着重思考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去年啊，这个我也来到了咱们这个 Key Platform 啊，去做了一些这个简单我们当时工作的一些介绍。当时我讲了一个案例，是我们跟中国的一家上市公司，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这种Farm Group 啊去做的一个针对消费者的这个农产品的追溯的这么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系统。 因为其实当时中国已经有很多的，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包括很多的行业公司在内，在做各种的这种我们讲叫追溯，就是 traceability 的这种方案。但是，其实从规模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整个的我们讲一个全生命周期，这么样一个流程的一个追溯，当时是没有的。所以，去年我介绍了说，这个我们通过一个 blockchain 的一个系统，把它的从开始育种。 非常 beginning 的那么一个阶段，到种植，到收割加工，再到仓储物流，最后到电商平台。因为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大米要在中国最大的几个电商平台去卖，比如说京东，比如说淘宝、天猫，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些平台。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blockchain 以及上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入口，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产品的生命。 流程的所有的这个追溯的信息，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但是做完这个以后呢，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些企业的一些点上的一些诉求。对于一个区块链的做这个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讲，未来这种区块链应用怎么样形成一种平台化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今天我们跟资本去讲也好，或者说我们跟这个和整个生态去介绍说，区块链你作为一个技术。 是真的不仅能落地，而且可以帮企业赚钱，那这是一个对商业模式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思考。所以，这个从去年从这个首尔回去以后，我们就开始更多的一些尝试。首先，我们试图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能力，转化成一些可以跟形成平台化的这么样的一些合作伙伴来合作，去打通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找到一个中国做这个奢侈品的这么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在它的这个电商平台，因为它有很好的这种对接欧美的一些资源，把一些可能相对不是那么大牌，但是非常有这种品味的一些欧洲北美的一些这个轻奢产品，比如说这个服装，比如说包，比如说这个咖啡红酒，它在这个平台上去经营这个，所以。 这就不是一个品类的单纯的一个追溯，而是说我需要打通一个平台化，让更多的这个商品以及商品它带来的背后的整条的这种 supply chain， 能够打通，所以这就对于我们来说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从一个单品的追溯变成一个平台化，它有大量的用户、大量的数据每天会进来，那第二呢，这从一个 blockchain 只是从 traceability 这么一个应用。 变成了说你要去做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的管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现在电商平台也在通过这个技术来支持了很好的运营。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另外的一个传统的行业，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我相信这个。 在韩国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就是航运，free shipping，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今天上午我也听到了，就是在介绍 IBM 和这个马士基 Maersk 在合作做这个 TradeLens 这个项目。实际上在中国，这个有一个中国的，应该是这个 Number One 的 State-owned Company， 就是这个一个央企，叫这个中国远洋。中国远洋其实一直在考察这个马士基。 他在和区块链结合，他在和一些数据智能结合方面的一些应用，所以他就找到了我们说，我现在要搭建一个智能航运的一个平台，智能航运的平台。这个平台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说，这个中国远洋，因为中国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大家是不是了解哈，有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个 OBOR One Belt One Road 的这么一个诉求，所以中国远洋实际上在欧洲、在南美、在这个非洲买了一些港口，买了一些港口。那他希望通过这个港口建立起来这些不同的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这种新的航线和新的一些类似于冷链的一些业务，通过这些冷链的一些智能的这个船舶、智能的集装箱，把很多大量的欧洲的、南美的。还有这个非洲的不同国家的一个商品第一时间去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所以要做整个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个追溯和一个数据的管理。那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哈，现在中国也在大力的去推这个 5G 中国的三大运营商China Mobile 这个 China Telecom 还有这个中国联通都在推这个 5G 的产品和平台。所以 5G 的技术的打通以及 5G 上不同的这种这个技术能力的平台比如说中国移动在做这个叫 Sigma 它是一个基于 5G 的边缘计算的这么一个这个技术平台，说怎么去把这个航运跟这种打通了 5G 以后，就不仅是我可以传递一些基本的信息，我更多的是在整个的链条当中可以传递，因为我这个带宽的变宽以后，我可以传递大量的图像视频更多的这个信息结合在一起，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除了这些以外大家知道哈，这个打通航运、打通这个对外的贸易，其实更主要的是一些这个贸易金融 trade finance， 就怎么把金融的服务加到这种跨境的贸易当中去，这个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热点这个最近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不是了解哈，这个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巨头也在开始去看说有没有一些世界上非常好的一些跨国跨境贸易金融的一些公司看看通过一些合作或者说并购的方式去打通这一块。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希望说以中国远洋这么一个最大的航运公司，同时跟比如说中国的当地的这个海关还有这个港口以及管理口岸的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一些合作，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个关于区块链的相关的一些落地的研究所以经过这些案例的一些点，我们希望说了解，那今天我如果是一个传统的企业 whatever 是韩国的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哪个国家的企业，如果今天我们在做一个跟区块链或者说我们泛泛来讲跟科技结合的这么一件事情的话，其实企业需要注意哪些点，我们总结下来有四点。就是第一，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在为了科技而科技，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一定是要把这个技术的核心价值要能跟行业的真正的诉求包括它的痛点不怕揭伤疤哈它的痛点能够结合上来。那第二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好不要给企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为举个例子，我这个会拜访很多的企业的IT 信息部门的这个 CIO， 其实 CIO 其实这个蛮怕见我这种人的，因为他们在想这个是不是又来了一个这个 trouble maker 这个给我去讲一些很好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概念，但是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可能又给我带来非常大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工作量那第三呢，就是说怎么能适应现在企业的体系，无论是它的业务的体系还是它的整个的技术的整个的这种 architecture 怎么去无缝的接入第四个就是说能够给企业带来这种实实在在的收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跟科技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它去推广业务，要么它是增加它现有的业务量，要么给它制造一些新的业务出来
如果这两点达不到，那其实科技的价值在这个企业里面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这是我们大概总结的四点，所以那从这个 Chenova 来讲，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企业级的区块链的产品加服务的一个体系，所以目前这个体系下面有这么三加一个产品线，那这个最右边的这个智云链是我们基于这个 blockchain base 包括 cloud base 这么样的一个技术服务平台，另外三个这个vertical 的这个产品线，就包括商品的追溯，包括金融，包括这种公共服务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解决平台到企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希望把它平台化，那除了给这种企业做这种定制服务，就今天我们无论是用 blockchain 用 big data 用一些数据智能的一些技术去给企业做这种服务以外，现在几乎很多的在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抓这种长尾的用户，其实原来他们去给这些大的公司大的传统的行业的企业核心企业服务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我们讲的 SME 的企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怎么样去把它的业务渠道打开，怎么去抓到更多的资金，从银行能够贷到更多的钱，把自己的生意做下去，所以同时我们也提供这种所谓的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或者说这种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么的一些平台，去给这些中小企业能够降低它的使用门槛，降低它的使用成本，让它更好的去使用到能 involve 到这些技术。 那最后呢，这张图，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可能从经济机制这种 tokenization， 可能大家可能发现一些，这种赚钱的一些机会，那做企业应用，它的赚钱的机会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简单总结下来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能力，去做到说为业务的优化提供一种新的一种动力。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平台化的一个能力或者平台化的一个产品，必然在跟这个产业结合的过程当中，会积累大量产业的数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在从一个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为什么 BAT 现在原来传统的做电商、做其他的这些社交非常强的一些这个能力的基础上？ 要向这个具体的行业、农业、航运业、物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要第一时间得到这种产业里面的数据，所以未来产业数据的这种智能化，去给未来产业的转变提供这种动力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就是说，既然讲到这个赚钱，那这些技术也好，这些数据也好，怎么简短它的这种盈利的发展路径，它更快的去变现。 所以这种数据资产的金融化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第二次来到这个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 key platform 这个平台，也希望未来的这个中国和韩国的这个科技从业人员能够多多的这个交流，以后在这个比较早期的像 blockchain 这样的技术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发展。好，谢谢。 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 Yeah, thank you. 마이클 동 체인노바 대표님의 물류 블록체인의 미래 발표를 들었습니다. 여기 계신 분들께 질문 하나만 받도록 하겠습니다. 혹시 계신가요?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Okay. We are all interested in Chinese blockchain industry. Yeah. Can you share briefly some trends of Chinese blockchain industry, mainly in Beijing? In Beijing, especially in Beijing? Yeah. Okay. Because I just mentioned, for blockchain ecosystem, whole ecosystem, for one thing, they need economic mechanical system and maybe touch the tokenization, this kind of concept. But for another, for the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dustrial blockchain, maybe is another thing.
So you just mentioned Beijing. Because Beijing, maybe in the whole China, they have their special,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 And about the tokenization, about maybe ICO, Beijing or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he maybe the street policy to control the, these kind of things. But for another, make a very hard effort to encourage the blockchain application, especially in som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maybe agriculture, maybe public services, maybe even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So a lot of company, a lot of the new company, innovation company, do this kind of things I just mentioned, not just the BAT, Alibaba, Tencent, not only Chenova, but also a lot of new technology company do that. So welcome to Beijing to have a lo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Yes.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이것으로 플러그인 앤 토크 일부 더 나은 토큰 이코노미를 위하여는 이야기의 문을 닫도록 하고 이어서 제2부 2019 광군제를 노려라가 진행되겠습니다. 지금까지 경청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